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相信所有人都跟小编一样，有一颗爱美的心。我们之前有几期节目说了，外国哪里哪里的美女如云，其实我们中国的美女也是很多的。今天就来说说中国美女最多的三个地方，我们一起去看看都有哪里吧。成都，要说成都美女多，相信大家都会赞同。如果去过成都的小伙伴肯定都有感悟，成都美女千千万，几乎走两步就能看见三两个美女。行走在成都街头，你会发现这里的妹子几乎个个是肤白貌美大长腿，而且成都妹子都不怎么爱化妆，普遍都是化一个淡淡的裸妆，穿着休闲又随意，但总是能让你眼前一亮，过目不忘。重庆，说完成都怎么能忘了重庆呢？中国人都知道火锅和美女就是重庆的名片，重庆的美女真的是很多，这其实与那里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而且重庆又名山城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每天都要不断地爬上爬下，从而造就了修长的身材。而且重庆人爱吃辣，事实证明爱吃辣的人皮肤都不错。长沙，据调查显示，湖南长沙的美女比例也是非常高的，可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南方妹子普遍都水嫩水嫩的。小编记得不知是哪年的时候就曾经做过这么个调查，对于湖南妹子的印象，大部分人都说她们大方得体，而且很有气质，特别有韵味。当然审美标准自古以来就得不到统一，中国还有很多地方美女如云，小编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。这样吧，你来说说你觉得中国美女最多的城市是哪里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